接下来带你来欣赏龙生九子现代铜雕创作。龙是佛的护法神，能呼云唤雨。山西典藏推出龙生九子现代铜雕展，融合北方石雕的浑厚与南方石雕的灵巧，再加上玉雕的细腻，历时五年的时间，呈现富含工艺创新与意涵普及的龙生九子现代铜雕。法里面的修辞当中有很多的龙王，龙王护持众生。我们在找这个龙生九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从龙子的这个概念去做一种创新，工艺上的创新。那花了很长的时间找到了一个石雕师傅，他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能量，然后呢前后我们用五年半把这一套这个作品接综合了好几个不同龙生九子的版本。在工艺上呢，这个作品上有所谓石雕的三大技巧。石雕我们分成北方派跟南方派，北方派的石雕比较雄浑，比较雄壮，比较浑厚，那南方派比较灵巧。然后我们在这两派融合之后呢，还加了一点玉雕的细腻，所以你在作品上你很容易看到它的细微处有很多的图腾，有很多的符号，是前所未有的。龙生九子铜雕每一只神兽以九的次方概念创作，让体型、兽爪、毛发、尾巴、气韵、神情、姿态，甚至底座图腾各具特色，非常挑战工艺师的手艺。时防新闻黄慧如、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